Thank you.
冒。百胖，百胖多哎。他泡完了又重量化。拦路放炮，你没听到吗？不是拦路打击啊，拦路放炮，赢贵宾啊。拦路放炮，赢贵宾啊。哎，训练队，龙啊，神教在哪里啊？哎呦哎呦哎，刘师傅，那人家什么感觉啊？人家对着车头拜。刘师傅，你要撒花。谢谢吴助理的支持。下面掌声有请霞浦县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法务会长致辞。掌声。先生朋友们，你们中午好。好。中午时间，我们来自宝岛班这个金板镇的信众抱着您的开心来到我们起驾，带着仪仗来到我们参加珠江高岗的高峰护住天道峰以及呢八月地主大牛村啊，经营非常的辛苦，你们辛苦了，支持表示感谢。我们霞浦妈祖文化这历史呢悠久啊，霞浦地区呢闽东的北部海岸线呢它是480海里，占全省的其中一，沈染阳古老的村长呢文主任也占了总辖的总长的百分之20%。自古以来，我们就是渔民村长。